怎么着你慢点走呗。不说王小倩，你能不能别跟贴高钥匙，走哪儿跟哪儿行不行？那个我不是想跟着你，你呀就像那吸铁石一直在吸引着我。你不说带我去旅游的吗？你看行李我都准备好了。不，谁说要带你去旅游了？是你自己死去败裂的非得跟着人家好不好？那我不怕你丢了吗？人家本来想一个人好好的去旅游，你说你去我去干啥去啊？那你不去我去干啥呀？那你去，你去一鞭子去吧。你我哪也不去，就和你过二人世界。你看富红大豆油我都拿来了。不是，你拎桶豆油干啥呀？小米粒，你听过那句话没？富红大豆油，富红大豆油，往大嘴唇上一抹，小日子过的富的都流油。行了，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了，说吧，你今天到底要干啥？那个小米粒，你看啊，你们今天啊全家人都不在家，尤其那个自以为是缺德带冒烟的你二姐夫钱顺风不在，还有那个忠厚老实挨坑没够的大傻姐夫赵刚子也不在。但是我王小倩在，今天可是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小米粒，我要大声的对你说。说啥？好嗨呀、啊！嗨什么嗨呀、啊、你啊！真的好嗨哟、哦！观众都藏在包厢里。来了，老弟。哎呀妈！什么情况？你们坐在这底下干嘛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王小倩儿，王小倩啊！我头回看见啊！求婚还有双腿跪地的啊！你这干啥？小美丽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！不用解释啦！哎呀哎呀！哎呀妈！老大啊！哎呀哎呀！回来了呀！没事，孩子们呐！哎妈！其实俺俩呀，根本就没去那海南。我咋没去呢？俺俩呀，今天办一个好事儿哦，请你爸你妈到咱们家来过年。哎呀，谢谢顺风啊！哎，你这份孝心，我们老人呐，心里都热得乎的。不过你这个观念可太旧了。嗯，是不是？这什么想法？什么你家我家，他不都是咱家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就是啊，孩子。哎。分得那么清干啥？嗯，什么老范家老钱家，咱们都是实在亲戚，一家人。对，谢谢爸，谢谢妈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姐夫啊，要是你爸也能来，那咱全家还真算是团圆了呢。本来我爸说要来的，这后来也没了。什么声？什么声？哎，我看看去，看看什么声啊？哎呀，我瞅瞅，好像是。哎呀，爸来出声。哎呀，大姐夫。不是你爸啊，是一头小猪。小猪啊，是不是一头那个黑色的小花猪？对对，小花猪。妈呀，真是我爸啊！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怎么能是你？听我跟你说，是这样的，本来吧哈，我就是我爸，不是一直养鸡吗？啊，后来呢，这不是今年猪年了吗？啊，他就改养猪了。是啊，我看见我爸没？没看着你爸，就看着个小猪啊。啊！哎北，哎爸，你下火车了？走丢了！哎呀，你看这猪也丢了，爸，你要跟着猪走，早到家了。哎呀，这样，爸，你别动啊，我马上去接你，千万别动啊，原地站着。哎呀，大姐夫啊，怪不得王小倩说你是个傻姐夫呢啊！火车站这么大，你哪知道你爸待在哪儿啊？就是。哎呀，猪跟我爸好，跟着猪走，指定能找着我爸。咱就听刚子的，现在咱们全家跟着小猪接亲家去。